去，我们不要站在兵线前面。OK，我们在这里跟他 A，这里跟他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然后 E 给他顶开，斜向顶开啊。这个时候就不要 A，这个时候你要 A 他的话，你会被他补一下平 A 蓄血怒的，这波不用。然后呢，像这种情况，你看我们先守六级了，他没有出鞋子和护甲，我们就说我们看一下他什么时候往外走一点，他往外走一点我们就挂墙，他拉 OK 没拉到我们 EAQW 刮一波，然后就补兵啊，不要落太多刀啊，我们挂远一点啊，就是这种情况不要挂太近的墙，然后我们继续补兵，我们站的不要离小兵太近，不要被小兵卡身位，这样他掉 Q 我们就抓内圈，没抓到没关系，我们换一脚 QW 刮一下，他身上还是有打，还是有 E 的，所以说我们换血要注意一点。开 Q， 开 Q， 做个眼前吧。完了，忘了看塔镀层血量了，好亏这波。不要乱交被动啊，他拉我们，因为。挨在后面，我们就靠点来 ，AQ，
A 一下开大，给他收下，等他 Q 过来，等他 Q 过来，然后我们回头续续这木者，他不打了，他知道我们打野来了，没意思，他又想打又不想打的样子。空单来了吗？没有。啊，这哥们儿，啊，算了，没办法。我不知道怎么他要走啊，他这波卡这波线一般来说是稳送的，一般来说卡这波线他是稳送的，但我不知道我们塞拉斯要走啊，没办法，这个分段的人没办法要求他们做什么。他如果不走的话，一过来拉个链子他就死了，这个血量。我没关系，影响不大。这波他带骸骨，我们开 W 用边缘刮他，然后退出去。哎，还是吃 Q 了。下一波我们开 W 就抓内圈吧，不要跟他博弈这个外圈了，不好博弈。他喜欢在我们开 W 之后开 Q， 我们就开 W 抓内圈，然后判他一手 Q 就可以了，因为 W 打内圈是没有血怒的。我其实无所谓，他那个头能拿下来都是不算很亏的，他那个头没有拿下来还被反杀就很亏了，就他一下，他一 W 我们开一躲，但是这波没躲掉，我们就不要上去了，上去要被他拉上升血怒，很危险啊。 AQ、啊、还是吃到了。W AQ A 一下，他开 Q 我们就开大，预判一下他一下，这一波预判一下啊，这波你要跟他拼反应的话拼不了啊。这一波一般来说他会诺手拉人的习惯都是在他 QCD 要转好的时候，然后一拉你的啊，这波应该死了，跑不掉。哎，我操 ，W 开好点，好像跑了这波。W 开好点跑了这波。你们卡好他 A 血怒那个时机空隙去飙闪躲 E 是很好躲的，但是不要闪太急啊，不要自己急自己，自己急自己这个 E 不好躲。W 放好点，这波好像跑了，我没想到这波能跑，我就把 W 拿新小兵了，效率是成功，这把 Q 吃的有点多。这波他应该还会抓我，我们不能上线啊，上线又要被抓一波，抓一波这波一塔就没了。倒一下，没有，回家变身了。老样子啊，这个线我们不选择去碰它，碰它第一我们 E 不好放，第二很容易被拉断，所以说这个线一般是不考虑去动它的，直接 E 走，不要犹豫啊。这一波他这样换血就是打野可能来了，因为打野这波下半区是没有人的，他只会来上路，这波我们不要跟他换血，给打野标一下还隐战。这波我不建议打架，最好是回家，最好是回家。韩影可能会死蹲上路，这一波下路是没支援的，而且他们抓的很满，可能会死蹲上路，回家吧，出装备吧。那打被抓了，这波一塔就没了，这下路。
给队友标，你看他这样他抓不到人。是吧，他妈的，我这套装备不好处理红铠啊，神分才能处理红铠，这套装备不好处理。像这种时候装备优势他又没忍足，你就可以一套给他秒了。那他应该是个小蛋，一塔都没了，下路这么夸张？啊，这把他们在养爹，这把他们在 EQ 直接退出来。关他这波在干什么？好怪啊，他的行为。这把三项不太好 C 啊，因为我们没有 TP。三线的话单挑也不好打这个红铠，红铠单挑还是要神分好打一点。留个E吧，我怕是砍你来。有 DP 这把就好打一点，没 DP 这把不太好打。看我们给这1000块收了。没机会。我们轮子妈居然被我们萨米拉居然被轮子妈组合给爆了，还是白金局的轮子妈。有这种事？这把得3000套才好打输出，2000套都扛不住。接不了这种团，让这团，让这线吃了，蓝影回了，就抓一下这个轮子妈，看着有没什么机会，看着。没什么机会，丢出来了 ，nice。一吧。上船不好打，这个骂打只要一直捏着他的大招，我是很难进场的。因为永远不会动脏手的，世界既不黑也不白。
把弄手杀了吧。哎呦，给我斩杀了，直接给我斩杀了，这么就没办法了。啊，这分段还是得帮凯隐，凯隐打这分段，他不需要太大太高的水平，他只要比这个分段的人水平高，他就很好赢游戏。打这分段我最怕的就是凯隐，因为这些人不会打凯隐。不能看，就猛送猛送，难顶了。我的记忆抹除了皮城的混乱。嗯，小麦长你好啊。干嘛呢？啊？那么发育到了，合适的话语胜过锋利的刀子。他发育到了，我操！他直接发育到了，我们的泰坦。最终最终我们这也在发育，我们下路上组都是发育线，萨米拉也是猛发育。快走被踹死了。被看到了。你的局限打
看到就算了吧。他没大，没大怎么会这样子来找我玩呢？我想去吃个二塔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应该来不太及。他们中塔也没拆掉。这个大龙 buff 消失一下。皮尔特沃夫终将迎来自己的宿命。他没发现大龙 buff 还没消失吗？有时候，伤疤是一个人最上等的华服。哎，你妈了个逼！坏习惯，真的是。他把我兵给 A 了，不然这不续了 Q2 过去的。一点血，不让这队友 A。把兵啥时候出来？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？技术服务于进化，而非控制。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我们应该作为一份，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，有你才服。这么高的伤害！你就大我吧，你就大我吧。萨米拉在那转，你不大，你大我一个他妈。Q2 都没有的卡米尔是吧？哎，你就欺负兄弟吧，打个团都要被英雄歧视，哎，玩不了玩不了。这个红先，点了对面。